哇哦，太好了，太美了。那通常啊，就是拉拉跳，我们拉拉跳，对，大家都知道了下一个环节该是什么。介绍完作品，就要进我们的拉票环节了。金晨老师，我也有这个环节啊，没准备啊。哦，但是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在座的所有舞蹈生们。大喜送惊喜，惊喜就是这么突如其来。我们现在就有请金晨老师给我们送上这个礼物吧。好的，这个礼物呢，虽然不是很贵重，但是我觉得就还挺有这个意义的。怎么说呢，我送大家的是一双舞蹈鞋。哇，希望你们每次看到这双鞋呢，都能想到录制舞蹈生节目的这些日子，然后你们可以不忘初心，开开心心，然后未来属于你们一定要棒棒的。谢谢金晨老师。谢老师，老师真的好贴心，从首席到我们的鞋子，我们的衣食住行全部都承包了。那辛苦老师，有请金晨老师台下休息。谢谢。